15分钟 ，OK。哭瞎，我就说我不能录，我就说我不能够立 flag 吧，我所有的 flag 一定会倒。我们导演组很多人都哭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现在平静了吗？不要提醒我这种事情，我就会平静了。那个每个老师都说，好、哦，画面超美，丑死了，花当然美，花很美。胖了啊？真的吗？哭胖了，哭肿了。真的，这么立马就变胖了？是的，我们可以补充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完了以后眼皮是吧？就整个脸都扭的扭。2022年2月22号那一天，周深写给20年后的周深说：“你好厉害呀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依然喜欢听你唱歌。”居然有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我，我觉得虽然我自己一直都没有说立的 flag 都没到，但真的很想写这几句话给20年后的周深。也许那天不知道那天你还能不能唱很高的音，或者那天你是不是已经是肉眼可见的非常的资深，不管你那个时候怎么样，但有人来听你唱歌，你还有舞台在唱歌，真的是很幸福。剧本漏雨那就随风去，世界如此多的道理，那就自己说。世界如此多的道理，那就当着自己手中的梦想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花瓣枯萎凋谢，姿态没有动摇。雨在人耳朵，差不多搞定了。自己收入进我啊，都行。把我化作藤条，亦或被作剑刀，两者皆是，为何装得如此喧嚣？我是谁的解药？谁又害怕扔掉？花瓣枯萎凋谢，姿态没有动摇。欲盖弥彰，何必抱怨你？曲盘漏雨，那就随风去。世界如此多的道理，那就道出自己。手动播放我的趴。To really really be free。最后一个，两个加起来，我觉得挺好。那可感动了。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拿三根琴起来？是两个人合唱的那个写的加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紧张。当然是，我很激动。刚才唱的时候，我也是，我嗓子都喊哑，我一般唱的不喊。是在往后，是不是像个 rapper 的？耶、yeah. ，后面。刚才是不是有点像？当然。我看到自己的父母，我很想分析，学长让我肯定是你的教育不忙，我的孩子让我一直守护，把你紧紧身上带着刺，让我闯。
过每条暗巷，一路很漫长，但方向不会淡忘。游过太平洋，当我再次站在岸上，少年终会相遇，玫瑰也终将绽放。的是那温柔无罪，你的心要抱歉。One and I will be baby boy， 肯定你雪花如露无情。怎么来的？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。好，谢谢，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包袱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，是飞向大军压境，又是指向天宫。我在这就在这，哪也不去，面如刀锋。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，我活得像烈日，把糖衣炮弹烤化。生命只有一次，想得透彻，所以勇敢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身体里藏着虎豹龙胆，牙齿中学会反击，渴望命运的扳机。每次挫折只会让我强大，当我看到转机，如果伤痕是勋章，那我肯定是个将领。迷茫的孩子，让我用这首歌把你唱醒，身上带着刺，让我穿过每条暗巷。旅途很漫长，但方向不会淡忘。游过太平洋，但我再次站在岸上。少年终会相遇，玫瑰也终将绽放。我是那为人无罪，你不需要抱歉。One and I will be one day, baby you gonna be me。雪花如果不停，让我陪你安静。I wish I could hold you。Be free。我要
绽放着鲜艳的传奇，我们从来都没忘记。你的控诉没有声音，去倾诉更多的真理，去唤醒无数的真心。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。玫瑰少年在我心里，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。唱出了我喜欢的样子。今天这个给我要再闷。